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是我们这块儿课程的第二堂课。在第一节课呢，我们讲解了这块的基本使用，教大家如何载入这块儿库，并且写一个 Hello World 的程序。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这块的精髓所在，就是如何用这块的 Selector， 也就是这块的选择器。这块的选择器在我第一节课也提到过，它是基本上基于 CSS 选择器的。在第一节课中呢，我用到了一些像 button 这样的选择器，或者像点 test 这样的选择器来给大家做范例，但我当时没有给他讲为什么这样用。今天我就要详细介绍，分十几种情况介绍，来详细介绍各个的使用方法和各种方法的意义。首先，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小内容，就是。基本的selector， 就是一些学过 CSS 的同学相当应该很熟悉这种 selector 的这种选择器了，也就是可以有直接选择tag 的名称，也可以选择井号代表 ID， 点号代表 class， 星号代表所有。好，我给大家还有逗号呢代表且，也就是错了，逗号代表或。他或者他都会被选中。好，这里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这边呢，像第一节课一样，我这边放在了 ready， document ready 的回调函数之中，然后给下面这个 button 呢加了一个 click handler， 也就是当 click 的时候会执行一些逻辑，大家其实现在不用在意这个 ready 和 on click 了，在接下来课程中我会分别详细介绍，在引外的课程中我会分别详细介绍。这里呢你就知道，on click 在 button 上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时候方便演示，在我不点这个不点这个 click me button 的时候是没有效果的，点了以后这块 query 逻辑会被执行。好，这里我用这块 query 的标准方法。dollar 符号后面加括号，中间加单引号或者双引号都行，但我一般习惯使用单引号。这边我选择 div 点 css， 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就是 yellow。这样就写成了。当我 click， 在我刷新之后，它是没有背景颜色的，默认是没有背景颜色。当我点击的时候，它就会这个 selector 呢会自动选中所有的 div element， 所有带 div 的 element。大家看我这边其实全是 div， 除了 button 自己不是 div， 都会被选中。所以说，也就是这块选择器是默认选择全部所有符合标准的、符合选项的、内容的。这点其实是跟 CSS 选择器非常像。如果你写了一个 CSS 的 rule，CSS 的一项内容，如果写了一个 selector 在上面，这个 selector 是会 apply 到，是会应用到所有的页面中，所有符合标准、符合 selector 条件的元素的。好，我把其中一个 div 呢改成 p。这样呢，这个 div 就应该是就绝对不会被 match 到了。哦，这边好像多了。好，也就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它有上下有一定 padding， 就是默认的浏览器会自动给 p tag 呢加一点包那个 padding 在上下。所以这时候我点 click me 呢，就应该是只有前两个这块 selectors 被变成黄色。这边呢我用了一个 CSS background color yellow， 这个我在接下来课程中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的意思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意思就是给前面选择好的这个 selector 的所有元素添加一个 CSS 的添加一项 CSS 的属性值，也就是给它的 background color 添加成 yellow， 添加成黄色，也就是我在这里方便给大家演示用的。好的，我们演示完这个选 tag 选择器，我们再简单演示一下，分别演示一下 class 和 id 演示，id 选择器。class 呢，先讲 id 吧。id 呢，就是我这下面有一个 id test， 把 t
第一句 comment 掉，这句也暂时 comment 掉。好，这边一点，它只会选择到当前这个 ID 的内容， ID 内容 选中几个，它就会自动给他们都添加到 yellow， 但页面上我只有一个 ID 等于 test 的元素，所以只有它会被选成 yellow， 会变成黄色。下面呢，我加一个也是 class 的 class， 也是 class test red， 也就是我给加 test 点 test class 的内容会变成黄，会变成红色，很明显红色的带 test class 的元素被背景颜色被设置成了红色，ID 的等于 test 的元素被设置成了黄色。好，这就是基本选择器的使用方法。好像漏掉了一个，也就是刚才那个或选择且选择器，或逻辑选择器，就是其实在这边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这块选择器的话，我其实可以选择这边，我也给它添加，这边我可以改成给它改成一个比如说 H1 好，我想要选择上页面上所有的这块 selector， 但我不想选但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这块 selector 该怎么办呢？这块 selectors 这个元素该怎么办呢？就是我可以写点 test 逗号井号 test， 也就是点 test 会被选中，井号 test 也会被选，井号 test 也就是 id 等于 test 也会被选中。然后呢 h1 的tag 名称是 h1 的也会被选中。好，我给它加一个点 css 等于 yellow， 这就是都选中。但其实也有一种简便方法，刚才我在这个 readme 这边也给大家讲也让大家看过，我其实可以写 dollar 符号并且写一个星号，也就是页面上所有的元素都会 被加成这个，都会 被选择器选中。这个条件呢就甚至会施加到这个 click button 上，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当我 click 以后，连 click button 自己还包括Body 都甚至都被选中了，通通加了 yellow。 在学过基本的 selector 之后呢，我们来进入第二小节，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叫等级 selector， 就是 选择 按层次按等级来选择一些元素，在页面上的元素。比如说就是第一个例子，就是 div code 这种形式，其实在 CSS 上我们也经常常见的，也就是说会这个选择器会选择到所有在 div 下面的 code 元素，也就是 tag 那个标签名称是 div 之下，如果再有 code 的情况就会选择到。好，我这边呢预先写了一个简单的markup， 简单的 HTML。具体来讲呢，就是我有 tests class 为 test 的两个，一个是在 list 里面，一个是在 list 外面。然后在 list 里面呢，我有大概有五个 div， 五个 div 的它们的 content 呢基本上是1到1、2、3、4、5，但是它们有不同的 class， 所有偶数都会拥有一个 odd class， 就是我这边写错了，偶数应该会有 even class。所有偶数都有 even class， 然后呢，我在下面来用 CSS 来给大家，来用等级这种选择器的选择方法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它。我保存一下，这边大家看到了12345。好，第一种情况呢，我们来按等级选择器来选择一下，可能要保存一下这第一个，以便我们快速的使用。等级选择器就是我们想选择这个 test 而不选择这个 test。 大家要知道，我直接如果用选择 dot tests
的话，前两个都会变成 yellow， 因为这两个这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和 list 下面的第一个元素通通都有 test 的 class， 所以呢，我要只想选择的这个一这个元素呢的话呢，我就需要用到等级，就是 hierarchy selector， 所以我要用 div 以下的在所有在 div 之下的 tests， div 之下有 test class 的元素，才给它加 background color。好，现在我点一下，只有这个被选择到了，这个不再选择到，这就是第一种情况。这我刚才讲的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div 下面的 code 呢，它其实不在意 code 是不是 div 的直接的子元素，也就是它可以在 div 之下好多层拥有 code 也会被选择到。我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给它再加一层 div， 然后我给它加一个 class， 叫随便起一个名叫 AA 吧。然后呢，我现在会选择 class AA 下的 tests。还是会选择的它，但其实这个test class 已经不是 AA class 直接的那个子元素，但是呢，另外一种 selector 可能好像就更加严格一点了。比如说我现在讲的第二种 selector，这个大于号的意思呢，就是它是意味的 UL 是 LI 的直接子元素，也就是如果我这边会加一个大于号呢，它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为它会选择不到任何东西，因为 AA 没有任何一个带 tests class 的子元素，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这个是不会起作用的。所以我要想选择到它，我必须选择点 list 点 test，这是第一个，它必须有子元素才会被涉及到，被选择到，这就是大于号这个选择器，就是子元素选择器。然后还有这个加号，加号呢就是算英文名叫 sibling 选择器，但其实它这个加号和这个波浪号呢，其实都叫 sibling 选择器，英文名叫 sibling，中文名翻译就是来姐妹选择器，就是上下兄弟姐妹的选择器，就是只选择他们同一级的东西的内容。我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我要在例子里面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要选择。选择当前这个二号这个元素，我想用姊妹选择器这个中姊妹选择器来选择到它，所以我就会用 ID 等于 first 的下一个姊妹元素，也就是它的紧跟着，也就是它弟弟，我想选择到它弟弟，所以呢，我这边就会用井号 first，然后呢，这边。大家看，这边是用的加号，加号和波浪号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加号只会选择一个直接的兄弟元素，而波浪号会选择其所有它之后的，也就是会选它所有的弟弟。加号只会选择它之后紧跟的，仅比它小一点点的那个弟弟。好，class，我会选择不选择 class 了，选择 div 吧，也就是我会选择first 之后的第一个 div。来给它加一个 background color。那 first 之后第一个 div 是那谁呢？就是二号元素，所以二会别出来成红色。我简单的做一下改动，把它换成波浪线，就意味着三二三四五啊没有啊、有五对，二三四五全都会被选中。这就是这种层次选择器 hierarchy 选择器的基本用法。在看过这个层次选择器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筛选器。在演示基本筛选器功能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解基本筛选器功能的时候，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这个 UL 和 LI 的例子了。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日常编程中，如果熟悉 HTML 的同学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包含很多 LI 的 UL。但我们在进行某种逻辑上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只会。希望选到其中的某一些特殊的元素，
这样的话就会用到这个筛选器了，在同样的元素之中呢进行筛选。它大家可以看，这所有的 LI 没有任何特殊的 class， 没有任何特殊的内容可以方便我们定位到，比如说定位到5、定位到2这样的 element。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到筛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到筛选器。这里我可以大家写 LI first。现在我点 click 的话，就只有第一个被选中。First 顾名思义就是第一个的意思，也就是我当前页面第一个 LI 会被选中。然后呢，看第二个 last， 顾名思义就是 last 了，我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not 选择器 ，not 选择器就比较好，在 not 选择器中呢，可以放置任何东西，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li not。li not， li first， 这样的话，这种逻辑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边有一个 typo， 在 li 下的所有页面上所有 li， 但是并不是页面上第一个 li 的情况下，我会给它加一个 background color， 也就是除了一所有。但其实呢，这个 not 之内的内容没必要跟 li 有关，它可以任何东西。它比如说你可以如果想希望是它不是 ul 之中的 li， 不是 ul 之中的 li， 会这边我单个写一个 li， special， anything， just test 吧， test。不要单独写一个 li， 也就是页面上所有的 li， 并且不是 ul 之下的 uli， 会施加这个会加上这个 background color 这个 rule。 那我们来看一下，只有 test 会被选中，因为只有 test 这个 li 不是在 ul 之下。再往下看这个 odd even 这两个组合就是奇数和偶数了。简单演示一下，就是这边把它都删掉 ，even 就是所有偶数的都会被选中啊。它但这个偶数呢，其实它是零 base 的，也就是我页面上现在的一，其实它的 index 在如果是一个零 base 的技术系统，它的 index 是零，它其实是零一二三。我这边例子举得不太好，我把这边改一下，所以应该是零一二三一直到九。这里呢，现在我点的话就是正确的了。只有奇数元素偶数元素会被选中。大家可以看为什么这个 test 也被选中了呢？这个 test 这个 li 实际上是页面上除了这十个之外的第十一个 li， 也就是它的 index 应该是十，第十一个 index 应该是因为从零开始的嘛，所以它十呢它也是偶数，它所以它也会被选中。 even 那 odd 呢就很简单理解了，它就是另外除了 even 之外的另外几个。然后呢，大家还有一组内容就是 equal greater lt， 就是 less than， equal 呢顾名思义就是等于一， greater 就是 greater than 就是大于二，lt 呢就是 less than 就是小于二，这边就是小于二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个 gt et eq lt 呢代表了他们的 index，代表他们的序号，也就是你可以精确的来控制你要选中页面上这 li 的哪个序号。比如说我想选四号这个元素，我就可以很容易的选 eq4 就被选中了。我也可以选 greater than 4，也就是5 6 7 8 9一直到 test 全都会变成黄色。我也可以选 less than 4，就是小于四，也就是零到三都会被选中。大家看，好呢，这就是说这个 basic filter， 就是基本的筛选器的使用方法。好，这节课呢我们讲解了基本的三种选择器。下一节课呢我会讲一些高阶的选择器，包括显示的选择器，包括内容选择器，包括元素 attribute 的选择器，希望大家下次来收听，谢谢。